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华人好喜欢讲一句话，叫做“成家立业”。我们多希望孩子长大了，可以成家，可以立业，可以有他自己的在这个社会上的一席之地，然后他可以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婚姻、自己的家庭，去建造他自己的小世界。这是我们的期待，我们期待自己是这样，我们也期待孩子是这样。雅各的生命当中一定也是这样，他多么想要拥有一些他自己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跟他哥哥在斗，他总是觉得好像好的都到哥哥那里去了，为什么我总是次等的？两倍的是他的，剩下的是我的，更多的是他的，少的是我的，牛也羊这些好的被我岳父弄走了，剩下来的才是我的。然后我喜欢的那个女孩是我岳父留着不给我，结果呢给我的是次的。他好像一直觉得我想要的那些东西我一直没有。一直到此刻，我们读到创世纪第33章，这里他开始真的成家立业了。圣经上讲说，在那个地方，在苏哥那个地方，他为自己盖造房屋，然后也在那个地方为这些牲畜这个搭棚，让这些牲畜不是只是放牧，开始有一个他们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。我们用我们华人最喜欢讲的话说，他终于在这个世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。他终于有，我相信房子盖起来了，棚搭起来了，他在那里看的时候，心中一定充满感慨，说：“我从小就是想要这些。”但是，他为什么会把他人生搞成这样？照说，他如果跟哥哥好好的一起长大，早就应该有这些了。他的家是富有的，他的爸爸是很蒙福的。以撒是多蒙福的一个人呢、啊？当那个地方闹饥荒的时候，以撒有百倍的收成，以撒成为大富户。他的爸爸是拥有非常多，如果他不是为着一直跟哥哥争，他早就该成家立业了，他早就可以享受他应得的那一份的恩典了。一方面我相信他好感慨说，哇，我终于有我自己的家了，哇，我终于能够拥有这些了。另外一方面，我猜走过了这么辛苦的一段路，他也会觉得我真的是自作自受，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。虽然现在才发现都是我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，但是为时不晚，只要能够看清楚，说我不要再一直靠我的手抓，我要做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换。那个转换就是在毕努以勒的时候，他转过来抱住神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这个一生都在抓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，这一刻他发现，我真正要抓的是抓住神的祝福。但愿主今天也对你说，不论你这一生用你的手抓了多少东西，我们这一生真正要抓住的是上帝的祝福。
只剩天赋，使我完全属你，做你的儿女。我需要，我需要你，每时刻需要你。求主现在施恩惠，我真需要你。Yeah.